徐伟宁除毛老手修剪私处。25岁的名模徐伟宁昨天一身女神装扮，小露香肩出席矿泉水活动。为了让自己在镜头前美美的，她透露从少女时期就开始除毛。我觉得有腿毛怪怪的。我从国中就开始做这项动作了，国中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了。他害羞承认，私密处也会除毛，就是以舒服方便为主啊。最近天气热到不行，但他强调自己爱晒太阳，最爱到海边度假，让人想起他和男友阮经天3年前在垦丁海边的经典画面。而两人日前又被读者目击同游巴厘岛。那去巴厘岛的时候也好好晒太阳吗？做人吗？他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，害羞的又是擦汗又是摸鼻子。晒太阳 OK 啊，有啊，当然，就是正常的晒太阳啊，就是晒太阳嘛，不然还能怎么样晒太阳？哎呦，不用再解释了，真正的答案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了啦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